你的车子，你不去不对了，你上学去了，那俺们说等到考试不会给你，我呢，俺这个天天给小朋友，对自己你弄那个学习吧，是吧？他们说，学校有，毕竟他那些给你不去，不对了，你上学去了，那忙活吧，等到考试不会给你，我呢，俺这个俺们说你们这种强度的、刻度的，他那些个训练给你，你自己个天天给他培训去去的，加上你不去给，现在刚那么的，你头了，俺这个不就讲呀，你得去一些，你不去去，加上你不去的。 Thank you.